哎，捋下来啊，指着这个头这啊，指着这个头，对，指着这个头，对，对，再指那个头去，嗯，对，好，别装不懂不熟悉的哈，还是挺溜足的，兄弟。你不信，老师傅上，人家请的学徒弟的都是，是吧？哎。孩子，这不懂啥。拧的时候别咬牙呀，你咬牙算怎么脱？哎呀！你看这人神经病，咬牙干嘛呢？狠干什么？别从这边上哈，把那梯子拿到那边去上去啊！别从底下拧啊，从底下拧就算怎么逃啊你？从底下一看转不开，你还拧吗？他的套筒能跟咱这一样吧？那就不管了，他怎么拧，他想法拧好行了。你别操那个心了。不是他这个，是吧？我给你给他发上，发上一套。我说俺说就给发一套加持，我跟你说适合吧？用那么一下给他发上这个工具就行了。别砸的，别敲的的哈，拧个差不多也行。